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十个毛孩子的名字和关系。从左向右数，第一个孙家辉爸爸，第二个孙家萌妈妈，第三个小聪聪大女儿，第四个小菲菲二女儿，第五个孙家宝三姑娘，第六个小不点爸爸，第七个孙家明小不点的孩子，第八个小欢欢，第九个小多多，他们俩是亲哥俩，第十个孙家亮，孙家亮是最后一个来我家的，所以我家妈老欺负他，妈妈要重点保护你，对不对啊？对呀、啊、宝贝们是不是饿了啊？啊，饿了，好，我们开饭啊。今天宝贝们吃的是鲜粮素冻干狗粮，58一包，一包四斤，里面有冻干蛋黄、冻干鸡肉颗粒、全脂奶粉和精选鸡肉松，最主要的是它添加了金银花、蔓越莓、枸杞脂，它能清火明目，胃肠优护哦。这款狗粮我宝贝们吃了很长时间了，家人们有需要的话，屏幕下方小黄车点开就可以下单。慢慢吃，好好嚼嚼啊，有的是啊，不够再舔啊。